十多岁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觉得自己有用不完的能量，然后渴望被别人认可，但是却总是结果总是失望的，就是别人总是不会认可你，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。我二十多岁那个时候胡子没那么长，现在都是老了。但是二十多岁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光，所以挺难忘的。二十多岁，对吧？过着大学的生活，还有一帮朋友，然后那个时候也比较叛逆，然后也处在一种矛盾的阶段，就是想要，也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，然后毕业了应该去做什么样的工作。然后二十多岁，我觉得是一个正在转变的时期吧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可贵那个时候。